哥们，你看年纪也到了，体能也差不多了。自己认为自己的优势在哪？我觉得你跑得快吗 ？Your name is Kelly. Kelly, I can call you Kelly. Kelly. So what do you want us to call you? Chifu. Chifu. Or Chipu. Chipu. Chipu is everyone call me Chipu. 那个一零是上一期来录过四期，一零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分享一下这个节目的一些特点。先看别人怎么做，不要冲动。就等到最后这样子，就是所以就是要看躲到最后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要看你自己认为自己的优势在哪。我觉得如果你跑得很快，那你可以跟他比跑步。你跑得快吗？弟弟对，你想这样，你不是跟哥哥很好吗？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行，就是跟他们太熟，因为你太了解了，不行，风中残烛。英雄怕见老街坊，懂什么意思吗？我想去弟弟队。哥们，你看年纪也到了。这我没说。体能也差不多了啊。怎么？就他们要竞争我们吗？要找到我们，希望他们如果找到你就没得选了。我没得选呢。对，他们会像公主一样把你抱起来，并接回家里去。八抬大轿把我扛。只有八条胳膊可能，没有八抬大轿。Maybe have more experience, but the younger faster.That's probably true. So which team you want to belong to? Everybody wants to. Okay, I stick with her. 对，都要去弟弟。Nobody wants. 比较老成、经验多、吃过的颜值。我去。你是看他们可怜？不是，他有经验。他没有经验，他们都第一季。我苏醒来了很多次。No. 不算。我觉得原本他们是说他们都想要弟弟队，但是他想去哥哥队。那假设两个，那我跟他如果去哥哥队的话，我就成为这个队的队花。我从这个逻辑上来说，我愿意去。你去哪个队，你都是那个队的队花。确实啦。我就想苟到最后。苟到最后。嗯啊。你想得到加速之王？呀。你不做任务，你当不了加速之王。那我就去疯狂。是不是？不做任务也可以当加速之王。就纯靠躲。纯靠躲可以。纯躲。如果我要被追 ，OK， 不要只有一个男，不要只有一个男，不要只有一个猎人追我，要同时有那种是那个来自四面八方的猎人一起猛猛追我。你讨论是追女生的追吧，不是那个追吧？对。是讨论人生。然后他们讨论是爱情吧。然后他们追到我。爱情吧。他们追到我要公主抱。这只是个工作，不是人生。公主抱，人家还有下一个人要追，还有空公主抱你。抱我。他们。但是你让我一下子唰这样。嗯，就很慢。60。60? Really? 60. Because actually I do a lot of running. Then still 60? Yeah. You do a lot of running, then you need to be higher. Yeah, of course. So 65. 60 is really low. Oh, really? Yeah, it's just above average. Yeah.那么越南的这个评分机制跟咱中国不太一样吗？很谦虚。他说我经常跑步，所以我给自己，所以我60分。我觉得自己最近体能不太好，我给自己70分。我觉得我贼差，我80分。跑步肯定是不是其中的之一。我们毕竟没有那么闲。我们团建可能会桌游、烧烤、barbecue、麻将队、游泳 party、游泳池趴。嗯，水饺，水饺，这跟我们差不多，跟我们差不多。吃喝水。今天好像跟全员加速没有关系，反正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这任务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休息，或者是让我们隐身之类的？啊，肯定不会，因为他团建，他一直在强调团建。你想的太美好。团建不是放松吗？那跑步不是很急促的吗？做的任务肯定是能够让我们跟这个事情相反的。嗯，我只能说想象很丰满，现实肯定非常骨感。是我这边的美食吃。团建一般不就是阳光沙滩仙人掌吗？是，躺在那里，对，不动。One, two, three, 加油！毫无默契。